不去。小白云爱散步，东飘西碰挤呀挤，变成一个我。我也好想去散步，可是为什么要散步呢？阿嬷说，饭后散步十分钟，健康消化身体好。爸爸说，散步就像做运动，让你拥有好精神。姐姐说，春天到，散步去，心情好比百花开。我说啊，散步就是发发呆，晒晒太阳也很好。蓝天很蓝，白云很白，阳光很温暖，我真的很想很想去散步。